10月31日上午，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余伟文会见传媒时表示，美联储降息反映了全球经济的下行风险仍然存在，香港面临非常大的经济压力，本地中小企业将受到较大影响。北京时间10月31日凌晨，美联储宣布降息25个基点，这也是美联储继7月和9月之后今年第三次降息。香港金管局31日随即宣布下调基本利率25基点至2%。呢一次减息呢，系反映咗美联储认为美国以至环球经济嘅下行风险咧仍然存在嘅。咁其中一部分就系嚟自一啲国际贸易摩擦所带嚟嘅不明朗性啦。咁而香港作为一个开放经济体，受嘅影响亦都较大嘅。咁再加上一啲本地嘅因素啦。我哋香港所面臨嘅經濟壓力咧，亦都係非常之大嘅。咁其中中小企受到嘅影響咧，係特別明顯。咁所以大家都見到啦，金管局、按證公司同埋銀行界喺早前咧，亦都開展咗一啲工作。咁希望喺資金上，銀行可以用一個較包容嘅方式去協助中小企。余伟文指出。虽然美国今年已经降息3次，但未来利息走势仍然未明朗。从今次议息结果来看，美联储认为现实利率大致适当，然而未来货币政策方向仍要视乎美联储对美国经济的评估。此外，港元拆息主要受到本地港元资金供求变化的影响，未必会跟随美息下调。至于个别银行的利率调整，是他们按照本身的资金结构和成本而做出的商业决定。余伟文提醒市民大众，目前资产和金融市场都存在很多不确定性，要小心管理财务风险。咁最后我想提醒市民大众，就系我哋而家香港嘅经济压力系唔细嘅，再加上环球嘅利率走势，或者以至于资产或者系金融市场都存在好多不确定性，咁大家都要小心咁样去管理大家嘅财务风险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